今天元旦又在外边吃，其实逛商场了，然后在这儿吃了个吉野家。其实哪家人都多，吉野家人还可以啊，就在这儿点。就发现这点这吉野家有好多这个门路啊，一个是在他这儿现点，还有一个就是团购。然后在他这儿呢还有一通操作啊，他说我那团购那个也贵，然后也不划算，然后他这一通操作猛如虎，然后又比团购又减了好多钱。你说这个事儿怪不怪？我们这点着一大份儿，两个饭，然后黄油啤酒，然后这个套餐加一个鸡米，然后还有这个还有关东煮，然后一共才40多块钱啊，40多。好，环球影城哈利波特那个黄油啤酒没吃过啊，没喝过啊，反正这吉野家的这个真特别好喝，真挺好喝的。这是给破解了吗？嗯，我做的卤肉饭好吃还是吉野家的好吃？爸爸的。吉野家的好吃。吃卤蛋。你做的有点糊。啊、哦，我做的还有点糊了。这个味儿正合适。嗯，这两天元旦都放假，我看人还是都出来了，在外边吃饭呢什么的都排不上地儿，得提前订，应该都是提前订。然后现在我们出来逛逛呢，也就是这种快餐啊，现在还可以啊，但是人也都是满座啊，里边全都是满座。三杯鸡的好吃吗？还可以，不如他那照烧的好吃吧。